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是在……不对，我这是……这到底是哪里？啊，那是……华山大监狱，慢慢就关在这儿。别想过去。开什么玩笑？别想，妨碍我。火能金木，碍事，给我消失。看到了，妈妈。哼，找到了，封神积木是刀龙大圣的，就你们也想拿？问过我恶龙第一大力士了吗？不用问，你过来拿吧。啥？打打杀杀太麻烦，我选择投降。行。算你识相。拿我当白痴吗？这明显就是陷阱。等我先收拾你们。不行，必须得争取时间，再麻烦也得上了。打神鞭法，炼土成冰。什么？启动黄金力士，百变重拳。就这，我可是恶龙第一大力士。为什么要回来？村子里的大家都已经……你们回来了。好呀，这下可人齐了，正好我们村也重建好了。别啊了，来，我们回家吧。现在坏蛋都被赶跑了，我们又能在这生活了。什么？帝国陨落，昆仑大获全胜，阴帝国已经被打败了。不，不对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记得。天，怎么了？妈妈，这里很不对劲。傻孩子，不就是裂缝吗？就是坏了，我们才要重建啊。可是，你就这么不想和妈妈一起生活？不，怎么会？我做梦都想。那就行了，天，你头发又长了，来，妈妈帮你修一下。捡起来，收拾他们。开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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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我绝不伤害无辜。那你就是我们一族的叛徒。就算这样，不对的东西就是不对。
饶命！我们只是平民。消灭他们！消灭！消灭！消灭！啊！这小赵哥哥，恶龙大坏蛋害我们可惨了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啊！你可是风神小队，快动手！不，他们没干坏事，我……还给你！小赵，吵死了！先收拾你！住手！就凭你！继续！饶命！我们真是平民啊！闭嘴！所有恶龙人都是坏蛋！够了！你们现在跟鹰帝国又有什么区别？我可不是为了这样才战斗！都给我住手！总算醒了。神积木，休想！火莲决心！屠龙，我来对付你！飞燕玄刃！这里是？是李小扎打破了幻觉，救了你。你说什么？这是幻觉的影响，可小扎怎么没事？这是恶龙第一大力士的力量。切，不就力气大了点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火脸小子！啊！队长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别废话，那家伙来了！啊！虫禀大人。闹剧结束了。霸岩枪，嘿呀！这下可糟了。给我风神积木，由我来收拾虫禀。不，江云，你想干什么？他承受不了，把积木给我。等等，别！小张，给我打飞他！收到。这就是第二块风神积木引发的力量。高龙，去！大人，尽管交给我吧。屠龙，给我一边去！这是……怎么可能？我……不错嘛，下等生物。我的名字叫
李小渣！愚蠢！这才叫活，对吧？哎，呵！竟敢，竟敢！来呀！动静结合，这样才能打出最大力量。动静结合，很好，成了。无意还敢口出狂言，给我消失！霸炎枪，哎，呀！嗯嗯嗯嗯